你要是有力气没有地方花，就出去跑几圈。哎，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你到底要怎么对那个十四郎？好不容易救出那个十四郎，现在却又对他不管不顾，任人欺辱。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诡异了。我越关心他，他就会越痛苦。与其让他恨自己，不如就让他恨我吧。你果然很诡异啊，是不是他给你下什么蛊了？要不我找巫医给你看看吧。我看你也想去清马粪了。清什么马粪啊？我好歹也是英师的军师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他必须得靠自己的力量，在英师中站住脚，我总会有看不见的时候。不就是一个头脑聪明点的中原人吗？值得你这么对他吗？我看他一点都不感激你。我不用他感激，我只希望他能活下去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